彰化县原住民年度盛事原住民传统文化节活动一日在花坛旧营区展开，来自县内各地的原住民朋友齐聚一堂参加体验活动。各办了一个射箭活动，哦，咱在原民也是讲来参与的一挂民众，体验到咱原民的一挂较早的一个射箭活动，哦，不管是射箭、捕鱼，还是抓山猪，哦，拢让咱知影较早咱原民活动啊一个记忆的传承，哦，大家当来家同欢同乐。原住民传统文化体验活动除了射箭比赛，还有原住民舞蹈表演。来自县内的原住民朋友齐聚一堂，互相交流联络感情，也让新一代的原住民可以了解到自己的文化，并且重视原住民文化的重要性。公益频道林义俊花坛采访报道。